好，比赛开始。吴鹏的前十五米是有优势的，出水之后吴鹏的领先。看一下，现在是二道的孙家俊稍稍领先，吴鹏这一把要拼了。孙家俊现在在这个角度来看，应该是暂时领先的。在最后的冲刺，王长浩冲上来，看一下最后的道边，孙家俊二道，孙家俊、王长浩并列第一，23秒41的成绩，23秒41，距离他的全国纪录仅0.1的这个差距。是的，吴鹏二。